姐，求你娶我！这位就是故事的主角顾荣，一眼就能看出女扮男装，但剧中愣是没有人看出来。你放开！这位就是流脸国五皇女，专注被坑小10年的冤种姐姐云王李笑。姐，我是谁？是他俩最铁的兄弟，知晓他们所有秘密的男……配沈梦锤。 圣上赐婚，让顾家选一位皇女娶了我，这一劫只有姐你能救我。胡闹！笑姐，谁不知道顾家在朝中的地位，娶她不亏。行，我娶你。哇，笑姐，够意思。婚礼上的时候还有一个小忙，需要垂帝帮衬一下。自家人，随便说。 二位姐姐不觉得挤吗？你说呢？若笑笑姐不留宿，你就等着被京都城那些长舌妇笑话死吧。那我呢？你？嗯。你怎么了？为何绑我来你们房间？你去同他一起加入云王府，占上侧妃之位，保护荣周全，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不过好在一旦接受了这种设定，还蛮好磕的。 话说回来，云王为何要娶一女子为正妃？又为何要我陪葬呢？陪嫁做侧妃呢？这事还得从刘脸国的一些往事说起。欢迎来到刘脸国，这个女人当权做主的世界。话说，在通天大国师的辅佐下，小小的刘脸国被打造成了亚洲第一流量，可谓四海皆准 spy。但一日，那大国师突然暴毙，因此前撂下去预言，幼女出母天下亡，女帝不明觉厉，通通下令，但凡谁家产上六女，通通杀掉。 偏不巧，还以为你将顾将军刚好生下第六个女儿，这可吓坏了顾家上下，导致了闺女东西生得像个男娃。顾家便连夜做了个大胆的决定，把闺女当男孩养大，取名顾荣，字怀之。小时候的顾荣生的俊，皇女们是有意算计的惦记他。顾荣哥哥，这里也包括最没权没势的云王李笑。奶奶，我劝你安分守己，给顾荣哥哥远点。要不是，咱们俩打他。我母亲是顾家下臣，没什么地位。 我从小便是他们眼中不小难得的异类。住手！兄弟好身手，我鬼刀孙剑嫡传弟子，可不是绕子虚名。谁教你们多关心？我们不多事，要被打成青萝卜了。你别笑了，再笑女生就出来了。 看得出来，我又不是夏朝的姐姐，竟然知道你的秘密。从此，我认大哥，他是你二姐。凭什么？那岁数你最小，往后遇上，他罩你。从此，我和云王成了除了顾家人外唯一知道顾荣身世秘密的人。姐，我就这样上了云王府的贼船，随时准备好为那女扮男装的正妃垫背。蓉儿自己出嫁，想必怀疑她是女儿郎的声音，能平息一阵了。 但云王与我们结亲，必然成为众皇女的眼中钉。明日进宫敬茶，她会不会受什么姹紫呀？顾家这辈无论智慧胆识，都属六妹顾荣最强。母亲宽心，没有什么能难倒顾荣的。给我背熟。嗯，这里详细记录了后宫众王妃的身份信息。明日进宫敬茶之前，给我背熟。母皇急着跟你赐婚，定是被人挑唆，想要检验你的身份。你可千万不能露出破绽。姐，我都没见过他们，光看这个怎么可能背得下来啊？ 你负责看着他。嗯。得令。云王府作业便毕，你的警察好像计划安排吗？云王正妃顾荣。 苦读了一夜的《后宫攻略》，总算记住了第一页的标题。武士齐昌，生敬同学，敬茶。拜见母皇、父后。云王妃，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向你的这些哥哥们敬茶？嗯，从不与男眷有来往，这其中必有蹊跷。既然我看看你认不认得几位王妃。 是顾荣平平无奇，不像太子说的那么危险。云王到了顾家帮扶，父后和端王殿下又多了个麻烦。这云王妃对你很无面。这衣服的颜色和我的发色还蛮搭的嘞。
这下我可彻底脸盲了。这长得跟后宫攻略里也完全不一样啊，这不白背了吗？这年头连男人都照骗了，这顾荣一个大姑娘家怎么能认得出来呢？琉璃翡翠烟袋杆子珊瑚玛瑙玉扳指，在场正妃中唯一佩戴九九正宫送我额的，自然是东宫主子，胭脂自然，龙章凤姿给太子妃请安。 这位入座之后，嘴巴就没闲着，酒续了好几世，被跟喝水，事事瞧着季后眼色，自然是北疆派来和亲的季后跟前舔狗。见过北疆第一勇士端王妃。这肤白似雪，黑眼圈似炭，小细胳膊小细腿，星期伪装素颜绿茶感，自然是江南特产。秦淮十六州第一美男，见过桓王妃。 这位左手指腹微微隆起，右手独无，忠实只不由世家，分明是梨园喜欢，自然是靠绝情情迹俘获康王芳心的。藏爱家族嫡传，流连国第一琵琶圣手，给康王妃请安。嗯，不愧将门虎子，知书达理，贤德识体，孝儿能得此贤夫，朕心甚慰呀。可以啊，老妹儿。我虽从小不与贵族男眷亲近。 八卦挺多呀，这点事儿门清。哎，你那本后宫攻略完全是纸里世家，你啊就甭藏那心了。不过好像一旦接受了这种设定，还蛮好磕的，侧妃也就侧妃吧，男配也就男配吧，我来了。今日纵使你使出十成功力，也拦不住我第一武将顾家绝学人送外号“芝儿上吹雪”。请问输给你？哼，论眼力身法，鬼刀孙剑击穿弟子，江湖人称造门鬼灭锤，都在你之上。这话要定。夏世宝，是。你们还有心思在这抢猪蹄？距离太上皇寿辰不足半月。 你能现什么节目？我吃饭挺香的，我现给师傅吃，慢表演吧。敬茶那关刚过，你就得意忘形了吗？亏你还吃得下去。哎呀，别想了，这病吹掉嘛。去年桓王妃风寒食疾，人裹得跟个粽子一样，照样现割十首，首首绕梁。你就说，我为太上皇去寺庙祈福，回来路上险遇塌方，车马被困了，去不了了。啊。 你往这边画，鼻子一模一样。大爷，我实在是没有想到，人类居然能把艺术作践到这种地步。要不然算了，改舞吧，我教你一些速成步伐。李笑，怎么男人会的事情你全会呢？那女人会的事情，她不也都会吗？ 白芝，我建议你吧，收拾收拾，赶紧跑吧。你再说一遍。我说丑绝了，都过来，别跑，说谁丑呢？节后难谈，每日都紧盯于王府，太上皇寿诞，不禁要对于王妃出手。
谁给够义气，居然这样给我壮胆了！你老实装病，拖着保佑，今后不找你麻烦，我还没活够呢。就有孕妇带侧妃来，未免太过招眼。宴会开始前，你先乔装一下，不要和什么王妃玩闹，别惹什么是非。是非。得嘞。吴姐今天怎么心事重重的呀？不如我们出去，快快吧，想是思念王妃顾荣哥哥了呀。 坊间都传云王妃容貌俊丽，堪比女子，也不知道她今天准备了什么锦。四妹诊时术流，生来风雅，自然是瞧不上我等俗人。怎么看路的？太子饶命！长眼睛的狗奴才！太子饶命！来人，拖出去鞭尸！ 太子说的对，太子饶命啊！今日太上皇大寿，理应大赦天下，何必为了区区一双鞋犯了晦气啊？你下去吧。谢东王殿下。真虚伪。我去换衣服，大家坐吧，请，快起来。 太子进献寿礼，此寿屏由一十八颗南海夜明珠相串而成，祝祖母万寿无疆，暹罗百合龙涎香90斤，祝皇祖母永耀更新。此律啊，代表着万寿长青，子弘呢？行了，是祖母。这幅四海万寿图鉴由48株长史共同完成，万民祈愿，风调雨顺，社稷永固。七星照月，江山明秀，连腰心经，佑我朝庐。 云王进献寿礼，玉树凝香，迦南佛珠一串，皇祖母，贺寿天酬。有了顾家撑腰的云王府，果然脱胎换骨，不然妩媚的礼物可是向来低调。得门吉庆，福慧双修，众王妃献艺。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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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他居然也选择跳舞，还跳这么好！听闻云王妃舞技惊人，与皇王妃相比不分伯仲，不知近日为太上皇准备了什么惊喜？顾荣虽精心准备了舞蹈，却因训练受了风寒，虽已痊愈，但身子尚虚，恐有不便。云王妃身子虚，今日便歇着吧。 不，喂！接电用。哎，这太上皇大寿吉日，他竟然敢在殿上舞剑！皇上，这可是大不敬啊！你说他。 祝皇祖母万寿无疆！好啊，好啊，好！蓉儿的舞蹈让我想起了许多往事，吾心甚喜呀！重赏云王妃。
谢母皇。小心，隔墙有耳。那该怎么办？跳得越烂越好。这容易，可是现我那关如何度过？不用躲，现你最擅长的。太上皇是将门出身，母亲早亡，他老人家早年间总念叨母亲在桃花树下无间的场景，所以。明白。哎呦，原来你们早有准备啊。李露姐姐，你可愿意娶我？我喜欢知书达理、笑骨露齿的男孩子。抱歉，还看呢？你这单相思都快20年了。谁看了？是啊，人家长得那么好看，总比看我强。闻听北方皇宦正在钱粮告急。寿诞礼物便悉数捐出，用于赈灾吧。嗯，这主理赈灾的人选，云王自幼在北境长大，所以臣妾觉得云王最合适。好家伙，谁都知道北境苦寒，加上灾情泛滥，民怨沸腾，就这么把没人愿意领的便当扣在了孝敬脑袋上。恕儿臣多言，五妹资历尚浅，口难服众，赈灾安民之事岂可拿来练手？为君分忧，为民解困，儿臣作为东宫之首，责无旁贷。好，难得太子能有此心，准奏。五妹也不必灰心，文南亦有良女范，故将军府却仍有将才赋闲，英雄岂可无用武之地呢？若派五妹主帅，随故将军率赤羽铁骑前往南印，必能士气大振。你好，就按太子说的办。果然有人比我急着对付你们。都说太子偷懒贪吃第一名，雷云金搭错，非得抢着赈灾。自太上皇寿诞，一鸣惊人，不容贤明在外，成了贵族男眷簇拥的香饽。尤其是太子妃，三天两头就差人送些稀奇玩意，什么西江的玛瑙串的，晚州的翠玉扳指，宣和的大金链子，统统落我兜里了。弟弟出身将门，这葱葱玉指小小白嫩，倒不像是男人的手啊。哥哥的也不差啊，是块弹琴的料哎。兄弟，我看好你，要不要加入我们邓艾乐团，带你登上大榴莲的顶点？谈什么琴，爷们儿唧唧的。老弟，练上那舞剑，那叫一个惊艳。不如随我策马扬鞭，征服那片青青草原如何？顾荣，真来体虚啊，倒很羡慕哥哥们孔武身材，备受宠爱。借此忘友之徒，呸！嗯，启禀王爷，太子妃要随行太上皇到万安寺祈福，前两天差了人来府上邀约。我可不去，祈福又不用拉着我壮胆。无上甚深微妙法，佛说百千万劫古人难遭遇。是呢，我今见闻得受持。大臣，愿解如来。你说我是不是往生极乐了？哦，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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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揉揉，快揉揉！都给我老实点。这万安寺的住持慧明大师，曾是太上皇和老金二侯的结拜姐妹，连太上皇都对他礼让有加。你们，蓉儿，你过来。哦。顾姐姐活到花甲，也只能看着顾家一堆女儿郎，半生想要个男娃娃。若他尚在人世，一定会非常喜欢云王妃的。今日得见大师，如逢知音。若祖母尚在人世，我定会好好侍奉，不敢懈怠。好孩子。
我虽从未见过祖母，心中一直遗憾。可如今，母亲和姐姐皆派去驻守边疆，我这心里苦啊！爹爹不是生来体虚吗？怎的如此好的身手？想我流连皇室男儿，一成年便远嫁和亲，唯有蓉儿一直陪着我。如今她母姐皆被派驻边疆，你可要好生待她。孙女斗胆，想求皇祖母一事。小儿但说无妨。万安寺五里开外有一灵玉寺，五佛灵验，顾蓉曾在那儿为顾家军和刘连国祈福，若能回那儿还愿，或许能了了顾蓉心结。准了，这便出发吧。都快入冬了，这蚊虫还不少，吵得人睡不着。龙哥，嗯，你到底要带我去干嘛？不干嘛，不许你走，漂不漂亮？能去撕我心里最美的太阳花。太子近来表现不错，赈灾一事也安排的妥当，回去得赏。哇！你们，你别仗！太算我饶命！太算我饶命啊！祖母，你们俩这伤风败俗的东西，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带走！祖母，啊！我们俩这样是不是也是伤风败俗？我脖子抽筋，我得回去告诉孝姐。小姐，你没去过花园，你错过一个惊天大八卦。当时啊，哎，你知道那对狗男女是谁吗？准把你惊掉下巴。他们就是太子和皇王妃。你怎么知道？老大，一切顺利。你们不会早就知道了吧？你还记得太上皇寿辰那日吗？你说撞见了皇王妃，他那神色很是慌张。那日我见你许久未归，便去寻你。就你这路痴还寻我？哎呀，不要在意这些细节。结果在找你的路上，我刚好就碰见了同样行色慌张的太子。当时我就想起来，之前几位王妃到宁王府做客时，听到的一桩八卦。哎，皇王出生有些神，我听说啊，皇王妃屡夜晚归，偷偷在太医院讨了不少的害药丸。瞧这身子，这一天比一天虚嘞。你们中原男子不堪一击。寿诞那天，你与王妃们一直在一起，你也看出猫腻了。那日我的确发现了太子的种种异常，当时就已经开始怀疑他必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便开始调查。结果真让风铃查出，太子每月朔望会三日，会和皇王妃在这灵玉寺幽会。我看这太子是要废呀、啊！我看这太子是要废呀、啊！太子不废，那我们的努力不就白费了？所以，这些天你和孝姐眉来眼去，半夜偷偷见面，都是你们计划的一部分。是的，我们早就开始准备了。孝姐查出这个秘密之后，我开始故意跟太子妃搞好关系，这才让她主动提出了带我去万安寺祈福。为了顺理成章的绕到灵玉寺捉奸，机智的我上演了斋堂苦情哭诉戏，最终赢得了太上皇的同情。不会连太上皇睡不安稳出来溜达？连蚊子都是我抓的。这么重要的计划你们怎么不告诉我？我大锤怎么也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哼，还不是怕你脑袋充血，受父亲泛滥演技差又耽误事儿吗？哎，话说回来，我知道你瞧不上太子，但是太子妃对咱也是一片真心，咱们至于这么着急对付？太子不倒台，李孝怎么当太子？啥？你想让孝姐当太？不对，皇帝。我动太子是因为他怂恿圣上派遣你家姐戍边，摆明了把云王府当敌人。你何时替我做的决定？即便不是太子，圣上那几个女儿无论是谁当了皇帝，我都得一辈子装男人。只有你不一样，你当了皇帝我才有翻身之日。我生于云北，父妃早逝，是母皇最瞧不上的皇女。如今大流连内忧外患，积重难返，百官被带，国库空虚，你就愿眼瞧着这社稷秋虚，人民流离，皇女之中太子冥顽不灵，桓王沉迷酒色，端王暴力四岁，结党数千横行朝野，晋王都快要出家了，
试问他们之中谁当了皇帝，国家和百姓能有盼头？只有你，只有你心无旁骛，装着天下。你助我对付太子，当真不是为了受灾百姓，当真没有半点夺嫡之心。虽是如此，可我在朝中无半点人脉，你有我，还有我，我们三人结为姐弟，有福他享，有难同当，生死相关，不离不弃。若大琉璃结束难逃，你是苟且偷生，还是与我拼死一战？这下好，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牢饭也一起吃。태자께서는구제용생신선물을안시장에팔았습니다저는이미당신군부대로가진간음영주를인수하여영롱버저점에팔았습니다결국엔누군가가르쳐주고있는것이분명합니다我出去这几日，你想办法将此消息透露给金兆波。太子失德，今褫夺爵位，降为誉王，钦此。做得不错，接下来。好啊，李笑，你居然背着我偷人！说，这个小婊子是谁？这是我麾下轻功最好的高丽密探风宁，我有事情交代他去办。为什么交代他不交代我？轻功最好，有我好，我要去。就你这三脚猫的功夫，你还学人家飞檐走壁呢？走，回家。小萌真是李安，我总算再也瞧我了。我跟你学那个黄黄走路，走走走。他这边脚走不动，我跟你说，他屁股扭，扭像个男人。听说黄王妃大闹咸雅居，把黄王那点丑事是抖落的全天下都知道。如今太子被废，黄王跟废了无异。小姐，老天对我们真好。老天，我就是被老天一个异象坑成现在这个样子的。你姓天？此话怎讲？原来又是你们俩瞒着我干的。那咱下一步准备对付谁？你们不会要动靖王吧？靖王方谈湖畔一回眸，竟然抵过你我三人十年情谊。小姐，我真为你不值啊！相公都过门了，现在还想着别的女人，我就不一样了，我心只向你。靖王怎么你了？你非得跟他过不去？靖王又怎么的你了？把你迷得五迷三道的。谁不知靖王他寡欲无争啊，一无心政事，二不结党羽，根本就是人间清流。就算要争，他顶多算争个位列仙班，跟咱都不在一个系统。你说你非得跟一仙女较什么劲？我觉得动靖王不如动端王。目前皇女之中，端王独盟胜出，他才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对，反正不许动靖王。你还没打算对大锤讲明心意吗？姐，我想带着大锤一同加入云王府，小妹后半生的幸福可全靠你了。既然瞒了这么多年了，也就不着急了。哎，因为各路势力纷纷出了幺蛾子，忽然显得孝敬是一股清流了，就连做侧妃的我都跟着来给端王贺寿了。只是说好的大餐怎么就变成了
二位老弟愣着做什么？我这可是从不周山引下的汤犬，有紫云壮阳之气象，我从小泡到大，你们中原男子身子虚，来一起搜搜走，喝喝喝。大喜的日子一定要多喝几杯。德行，德行，这儿德行，来喝，干杯干杯！好酒量啊！德行，好好好，再来一杯，再来一杯。是啊，我这好的挺快啊，不能就酒啊。姐姐，给你看看东西呗。嗯，好看吗？这是我给你画的画像，你看你穿这套衣服比当太子的时候穿的那套衣服好看多了。祝三姐生辰快乐。往日姐妹间聚会，四妹和五妹总有事缺席，今日难得齐整，五妹说好了啊，不醉不归啊。都是自家兄弟，不必拘礼，一起走走走，喝喝喝，还争着干什么？扭扭捏捏的，来，我替你来，你这身板肉看着我都心疼，我替你来。哦，不客气了，来，不必了，不必了。兄弟，你这是作甚？我好心请你二人过来泡温泉，你何止动手、哎？误会了，误会了。我们家沈老弟不喜欢洗澡，所以看到水池子他……我家顾荣身子虚，内虚火热，泡不得温泉。磨磨唧唧，别怪兄弟我。哇，弟弟，你身材真好啊！哎，要不要加入我们藏派乐团？水不能下，哪样也不能看。顾怀石，你来干什么呀？昆碧泉是在这儿吗？抱歉，哥哥，我来迟了。这位是？哦，这位是庶弟小李子，靖王刚过门的侧妃。如此一缕风情美少年，中原属实少见呢。哥，挺好的，你呢？让开。没关系。我真的就不明白了，我比那个小李子差在哪里了？竟然败给那种平平无奇的小白脸。男配角怎么了？男配角就活该没人爱吗？什么腿？没人爱吗？怎么这么气啊？松开，你给我松开！我走。我敲你大爷！我都照个镜子。别，我还没跳，我活活让你给憋死。我这不是觉得那小李子知书达理，神颜倾城，出身显赫，我怕你一时受不了刺激。虽然吧，虽然你相貌平平，五短身材，琴棋书画各不出一样，你能别说了吗？但是你是朝中第一男中豪杰啊，你铲长扶弱一搏，云天江湖人称造门鬼灭锤啊，你。不用成为任何人。你说的是真心话？算是我对你说过为数不多的真心话吧。哎，那你再多夸我一点。你说我是不是比那小李子帅？是是，靖王不是眼瞎，就是被逼的。这是母皇刚赐给我的两座泰山石雕。难得小聚，诸位皇妹也来看看我的王府秋色。姐姐。你这院子修得极好，极妙，极奇。桓王殿下怕不只是伤了腿，脑子也伤了。原来母皇也给了云王姐姐两座。哎，你看这，真羡慕他们，只有他们有呢。你别说了。是啊，我这园子都快要没有五妹的气派了。那是谁家的两位男眷，怎么举止如此亲密？怎么了，五妹？怎么突然咳嗽了？可能是伤了风。扰了大家赏景的雅致。嗨，那还赏什么景？去我卧房稍作休息，我便派人送你回府。你好生歇着，别着了风寒。母皇如今对你可是亲眼有加，他若怪罪下来啊，连我都不敢过什么生辰了。去，什么时辰了？戌时，王爷。
稍微快些，我有些乏了。저는 밤새도록 교도에 있는 병기 공장들을 방문했는데 이 자영사 란닝은 서울 천억의 기록이 다 발견했습니다. 그리고 최근 몇 년간에 구매자가 딱 한 명밖에 없습니다. 그거 바로 어경제. 别说啊，这高丽孩子人狠话不多，轻功又好，怕是放眼整个榴莲国都无人能出其右。就他那两下子，我也会。你行，你怎么不上？我还不是因为要安慰失恋的你。玉莲斋，玉莲斋，乃江湖第一杀手组织。 不在五行中跳出三界外，身出鬼没，使命必达。你又懂了，小说绘本没少看吧？第一杀手组织能下血本请到玉莲斋，想必是对夺嫡之事志在必得。端午，那日李孝回府便是他安排的，纵使是他泄露了行踪，也不会有人怀疑。圣旨到，荆州有患，匪寇横行，敕令云王李孝率兵出征婆若城平寇。 5日后出发，不得延误。钦此。儿臣皆知。小姐，你带我去荆州，届时我替你上战场。你刚受伤圣旨就到，端王摆明了就是想让你因病抗旨，引得圣上猜忌。你我身形相似，届时在战场上戴上面具，谁能分清谁是谁来？不行，这事绝对不行。你若坚持此去，更是凶险。他岂不是一举两得？姐。 难不成你让他替你去？你先别着急，打仗不比交游。虽然你武功还可以，还可以。战力如何测试？处于一个给你担保，准你替孝姐出征。一炷香内，解开所有战士的绳索，一漏一外，视为不通过。啊啊 十二王妃私房套图黑市上已经被炒到了天价。 只有这位妹妹不为所动，因为她不是女人。你在这儿愣着干什么？那你不去照顾孝姐，出来瞎转悠什么？这不是要出征了吗？我怕你给孝姐添麻烦，嘱咐你一下。多虑了，倒是你，没人管着，可以随时去靖王府转转了吧？哈。 我什么？想去就去呗，又没人拦着你。不过，你要是想我和李笑了，你就给我们写信呗。二位姐姐出征不几日，端王妃又要我过府相聚，说是小世子周岁。 两位姐姐在荆州苦战，我这后宫男人的修罗场也不能输啊！服了，哎，服了，又服了，哎，哎，哟，不好意思啊，让。
让哥几个输个底儿掉。要不这样，有什么值钱的物件都拿，继续啊！哎，端妃老哥手上这个玉扳子，看着绝非凡物哎，衬得老哥更是虎虎生威哎。不晓得哪个地方可以买得到哎？这个呀，是我嫂嫂端王特地从大和田为我哥寻的顶级养尊玉，再好好找上88个顶级匠人，耗费88个日夜打造，榴莲独一份。看这水头成色，也不像西域的羊脂啊。你垂地的出身，应该对顶级珠宝没有研究吧？在此妄断真假，恐怕不妥。真的，我确实没见过。不过这种成色的扳指，在莆田可是我二两银子能买这么一大串。猪贝爷，长长眼。哎，很精致哎。假的，六万。猪贝爷，我就不在你们面前班门弄斧了，我就一粗人。哎，不打了，不打了。哥，你也别在意。听说云王此次出征并不顺利，阿鲁纳奇人凶悍狡猾，想必在云王府消停不了多久的。来，继续。不是好的差不多了吗？怎么又严重了起来？金人份的药呢？前两日已经吃完了。你怎么到现在才说啊？前日指挥练兵动了旧伤，没什么大事。这还不是大事，姐，我做这一切可都是为了你呀、啊！你如果不活蹦乱跳的好起来，我如何上阵攘敌？如何和锤哥交代啊？我去镇上买药，天黑之前回来。等我。你别去了。不。这位是赤羽军二部副将寿将军，见过寿将军。阿鲁纳奇一脉如何？偷笑。只剩流星残党散布在不周山中，因身世险要，据点难寻，那残党又行踪诡秘，咱们派出去的探子也有去无回，一时不敢贸然近身清剿。还是这身舒服呀。哎，我的天，这么多好吃的好玩的。不行，虽然时间还早，不能被迷惑了心智，小小需要我做个军营。老板娘，这个我自产。好嘞，您的，谢谢，拿好啊。来，快点。啊，再装一个，再装一个。给你，谢谢。客官，您的菜齐了。我的个老天爷呀、啊，终于不用吃苍了。哎，客官，您看这，这好吃的是吗？嗯，好吃。三婶。哎。喂、嗯。客官，你稍等、啊。官房里面这儿不是炒的东西，全都打包一份。得嘞。我等一会儿给你，今天腾不出手。王妃娘娘，王妃娘娘，您怎么这？您认错人了，小射手。到底是谁？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小名？蓉儿。又调皮了，你到底是谁？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小名？蓉儿又调皮了，说是出来给我买药，又趁机穿着女装乱跑。人家在军营里待着无聊嘛，给王爷添麻烦了。我知你素来不认路，放心不下，特意带着寿将军一起出来寻你，还不赶紧认错？给寿将军添麻烦了？没事没事，属下应尽的职责。王妃娘娘真是倾国倾不，玉树临风。下不为例，从今往后无论去哪里，我都陪着你。属下方才多有冒犯，请王爷王妃恕罪。那我就不打扰了。嗯，上辈子摊上你这样的姐妹，真是修来的福气呀、啊。如今婆若城匪寇出平，形势大好，可惜粮草告急，只能略备薄酒。今日中秋佳节，
敬大家，谢云王殿下。端王先是刺伤我，又把我支开平扣，不知还有什么阴谋。至今都没收到锤哥的回信，不过只担心大锤那个傻子自己在家可别被人算计了。别喝了，还有正事要做呢。启禀娘娘，靖王侧妃求见。谁？锤哥，锤哥，我有个姐姐叫简文香，这几日得罪了安国公的小郡主，被贬入了大狱。然后呢？听说锤哥有个二姐，与小郡主素有往来，所以还请二姐替我们求求情。你先起来说。你要是不帮我，我成规不起了。我二姐她就是个小官。你若真有心啊，倒不如去求靖王姐姐。靖王姐姐的父妃是安国公狄金的弟弟，他说一句，莫不是顶了旁人十句？他早就听到了休书，随时随地把我扫地出门。我真帮不了你。哎，救命啊！救命啊！帮帮我！师哥！啊！粮草过境不出山路被劫，与我同行的小乙落入奥龙那骑士党手中，小的拼死逃了出来。答应了，郡主别怕，我现在就去不周山救出小乙兄弟和粮草。不行，你不许再单独行动了。我跟王妃去。那边。哎，这边，小丁，你确定是这条路？不会有错的。我实在走不动，我好饿。原地休息。对，这差不多了吧？我们该上路了。小丁，带路，我们到。小丁，你疯了！都说云王重情重义，定不会弃你于不顾。很快，我的族人会将你们一网打尽。你是阿鲁纳奇的人，故意将我们引入了猫窝，受死吧！别吹了，不会有人来的。那我就先杀了你！魔骨有毒。匪寇余党悉数被俘，荆州失地，全数收复。那他们行踪诡异，那就让他们领咱们去。出发。阿鲁纳奇这帮废物，把他们安排的那样都能卖给李晓，看来要往别的方向下手。锤哥，要不要喝点我给你温的酒，暖暖身子？要不说您心可真横，还愿意趟这个浑水。哎，这个事儿可千万别告诉王妃啊！不然又说我胜负心烦了。上回您梦里唠叨王妃30多遍，王爷不过3遍，我猜您对王妃的情谊远胜过王爷。真的啊？哎呦，小李子说到安国公的别院集合，没想到这别院可够偏的。说安国公喜庆，呵，有钱人的喜好，咱想象不到。走吧。哎呀，确实清静啊。对呀、啊。
告诉过你时间，还是来早了。阿佳，你有没有感觉阴风阵阵？哦，他们怎么还没到？毛巾啊！你是？当时那把刀离我只有几公尺的距离，但是四分之一炷香之后，我知道这把刀的女主人将会彻底的爱上我。哦不，调戏我。小模样长得不错呀，既然来早了，就别浪费。虽然我不知道这姐妹在跟谁说话，但是此时的理智告诉我，快逃！打扰了。哎，你不是要救我吗，小相公？简文香，你不是在牢里吗？你爹哭天喊地求我救你，你居然……你当我嫂子是谁？说救我，还轮得到小相公你？阿佳，你还愣着干什么？救我！哎呀，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走！是。阿佳，你酒里下药了，你别过来！小相公，你怎么了？你别过来，再过来我就叫了。叫吧，你就是叫过佛了，也不会有人。走，不来了，不来。怎么是他？不好了，巡防营一队人马路过，往别院来了。小姐，你快走，我身后。那行，本小姐今儿没空陪你玩了，回见了，小相公。虽然我知道接下来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但是天可怜见，哎，总算有人留我清白。说来还得感谢一下，及时救我的倒霉蛋。哎，靖王姐姐。沈梦锤，还不快将杀害小郡主和打伤靖王殿下一事如实招来。我如什么事？我没杀人，我也没动靖王。说是不是云王指使？我没错，云王府也没错。叫你嘴硬。来人，上刑。不是云王府，那就是顾家。说是不是云王妃？不是。别动，顾柔。顾怀之，看你愁眉苦脸，把你的烦恼写在纸船上，放到水里不就随风飘了吗？我才没有什么烦恼呢。也就你这脑子才行这种小孩子相信的玩意儿。那你倒是别写啊，给我看看，给我看看吧。哎，看看，你让我看看。我不给。你的烦恼终于飘走了。是在牢里待久了，还出现幻觉了，也不知荆州战况如何。大船来信了。敢动我大锤，我这就回见县令太大理寺。顾荣说的世上弱肉强食，尊卑有别对没意思，大于天地之不可一世，想想你爱打兄弟丧失理智。君王则本命行星座太前面向阿甲为非作歹，算好了时间地点，等我俩醒来后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哎，等一下，靖王侧妃害我和云王府也就算了，为何要害自己的夫人？你当我嫂子是谁？端王。哦吼，端王在搞鬼。这本是个一石二鸟的好计，安国公定会对靖王好气，你们却低估了安国公的冷血，选择保住外公女，保住自己家业。他疏通了大理寺，好米让我顺风做替死鬼 only。大理寺听见我端了个寂寞，是非都是让我背锅。靖王被飞蛾扑火，自投后路被我沉默。嗨，迈入权力的漩涡，不容我是被干个你死我活。喂，沈梦锤，安静一点。哎，好，妹妹，你看个眼，你告诉哥外面什么情况？这靖王殿下呢，身体有急，回自己府上圈进去了。至于你啊，就自求多福吧，尊卑有别，你也别不平衡。啊，没！宣云王殿下进京面圣。圣上病得这么重，立太子一事已经刻不容缓了，怪不得姬后和端王这么着急对付孝姐和靖王。臣确实相信小女并非靖王所杀，至于云王侧妃，要问，臣尚无确凿证据，不敢妄言。
昔日堂前，你分明不是这么说的。徐大人，审判那天你在现场，你来说一说当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微臣上了年纪，记不真切了。当日收到小郡主家丁带来的消息，说与两位侧妃约在了自家别院，但因外面有事耽搁了，这才回晚了些。可不想一进门却看见云王侧妃晕倒在地，有蒙面人给了小郡主一刀，反手将我打晕。好家伙，三言两语面目全非。哎，我这如韭菜般的命竟然被盘活起来了。殿下，现在双方证人各执一词，还没等到新的证据送来之前，您还没办法独断，把他先压下去，之后再审。如何？报。启奏陛下，云王求见。可轩。是。拜见母皇、父后。哟，孝儿都回京了，也不派人提前来吧？事出紧急，未及传信。啊，云王回来的正好。你的侧妃沈氏卷入了谋害小郡主一案中，此事该当如何呢？嗯，沈梦垂是儿臣内眷，他为人如何，没人比儿臣更加清楚。儿臣绝对相信沈梦垂的清白。沈氏不过是个侧妃，你如今之言，可是要宠侧灭政吗？沈梦垂虽为侧妃，但在儿臣和王妃心中，绝不低人一等。此乃王妃亲手所书，一字一句情真意切，王妃愿以血书来替大锤辩清白，儿臣作为他们的夫君，自然也要拼死相护。哼，臣妾以为云王勾结顾将军府控制朝廷，其心可诛，此乃为天下人所不耻。即双方各执一词，请母皇准许儿臣提交新的证据。枪口宽三寸，形状呈上窄下宽的正扇形，凶手应是左手持刀，自上而下一刀锋，如此出现的伤口只可能是倒扇形。小郡主身高七尺八寸，要造成目前力道的伤口，凶手应身高五尺，且惯用左手兵器，但沈梦垂身高八尺，还惯用右手持刀，所以这明摆着就是陷害。儿臣绝非徇私枉法，只因沈梦垂绝无杀人可能，却蒙冤入狱，横遭苦刑，于公于私，儿臣都需还他一个清白。收复荆州，云王功不可没，如今未受半点封赏，其内眷却蒙受屈辱，还请母皇圣裁。罢了罢了，此事就到此结束吧，不准回去休息。我怎么也没想到妖王竟然能对你下手。顾荣他现在怎么样了？他写了那样的血书得流多少血啊？他没事，用的是我的血。啊，我一掌把他给打晕了，这丫头要不是我给他一掌，他早就封到大理寺劫狱去了，真是胆子大。你和顾荣这样的兄弟，我有一个就足够了，竟然还有俩，不知道是便宜了我还是坑了你们。别这么想。让我有一些想不通的是，竟然是靖王连夜飞鸽传书给我，告诉我你蒙冤入狱的消息。靖王这次算是我云王府欠他个人情。四姐，今日我和大锤来是专程谢你的。为妹婿求情一事引来朝中诸多议论，此时在我府上碰面总是不妥，以免节外生枝，这才选了紫薯茶楼，劳烦五妹妹夫远行了。四姐言重了。靖王殿下，多谢您挺身而出，要不然我这条小命就交代在赵玉寺了。大锤，嗯，我和靖王还有事要说。啊，好嘞。哎，四姐做这一切是为了我虽拒绝了他的情谊，难道要眼睁睁的看着大锤去送死吗？四姐的意思是，我并无结党之意，但王位之争至此，谁也不能置身事外，若能明哲保身，及时归去，做个闲人就好。四姐的恩情姑亲不会忘记。事情总算是告一段落了，你好好养伤，免得怀之回来说呢。他天高皇帝远的，猴年马月才能回来。沈梦垂，沈梦垂，
我真没事，倒是你都快瘦成搓衣板了，如今在下这眉毛可远在你之上了。你手怎么了？怎么伤成这样了？没事，但是你放心，此事没完，我一定会给你报仇的。在你心里，我难道是个莽夫吗？那日在婆若城初闻大锤出事的消息，也不知道这事，你不说我都不想提了呢。当日你打我那掌，打算怎么还？还你？那小弟就不客气了。太子倒台以后，端王变成了朝权中心，那不如我们就兵行险招，乘胜追击，吃掉端王。如今母皇病重，诸事依赖继后。若此时动端王，尚不占绝对优势。我同意，要不这事儿咱们先放放。放？为什么放？怎么怕查下去查到你靖王姐姐？别说了，怀之。我说错了吗？那靖王侧妃与你很要好吗？那么明显的圈套你都看不出来？你这人虽然傻吧，平日里瞧着也不会让人占半点便宜的，怎么碰到靖王的事情就成傻子了？你还想生怀之的气到什么时候呀？我没有生他的气，是他在生我的气。那你知他为何生你的气吗？是因为靖王。原来你都知道啊。怀之以为我心里还纪念着靖王姐姐。那你？但我觉得靖王姐姐她就是个好人，我并无他想。你有没有想过，有朝一日怀之恢复身份会是什么样子？我喜欢的样子。哎呀，哎呀，喂，沈大锤，我要是不来找你，你是不打算理我了是吧？谁说我不理你了？李笑说，我是关心则乱，当局者迷。可是大锤，你知道吗？你就是太善良了，他们就是咬死了你这种心理，咬死了我与李笑不在你拼命想要守护云王府的这颗心。哦，什么？谢先生，那什么，我……你干嘛？醉了？怎么可能呢？我正听人道歉呢，怎么可能会醉？我好着呢。这酒量真是醉了。哎呀，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狗躯。你说啥？啥狗躯？锤锤，狗躯不值得，我不一样，我只想要看你笑。给姐笑一个。其实，
怎么这个节骨眼醉了？嗯，我你，哎，小姐，我不是，那您快帮我把他抬进屋里吧。他这是喝了多少呀？应该是半壶不到。半壶。啊。哦，哎，醒醒，别装了。小姐，你怎么一点不怜香惜玉呢？之前在婆若城，他在帐内与众将士拼酒，别说半壶酒，就是半桶酒，他也照喝不误。哦，你有没有想过，有朝一日你恢复身份的话，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嗯，那当然是穿着女装逛遍全城，吃遍天下。然后时呢？你休了他，我娶。我说风一样的男子，你走路的时候能不能出点声音啊？你们两个在搞什么神秘啊？真当我这个正妃是不存在的？抱歉，我不信任何人，除了李小姐姐。你会说中文啊？哎，你看看这个人，这个人大半个月都不露个脸，不知道在哪里偷懒，说不定是高丽来的奸细。他一直盯着京郊别院呢。什么？简文香藏在哪里？果然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抓了他指认端王就能给大权报仇了。嗯，顾荣，带上我的刀去会会那小婆娘。我外祖母乃是名满京都第一刀客，鬼刀孙剑，无奈我娘和俩姐姐晕血，行行，外祖母只好将她的毕生心血鬼灭之刀传给了我。虽然我没天分，但是我努力，春夏秋冬，不畏寒暑，十年如一日，在灶房门前努力磨刀。终于，凭借我是鬼刀孙剑的嫡传孙儿，跻身进了江湖名人榜，人送外号“灶门鬼灭锤”。小高锤来啦！我灶门鬼灭锤回来了。小心有埋伏。简文香，你动靖王我不管，可你动云王，可曾想过我顾家不是吃素的？王妃和我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我要你写一封信，指认受端王胁迫杀害小郡主，陷害靖王、云王，能做到吗？啊，这可不行。小相公，你怎么如此无情呢？写吧。不愧是读书人啊，文辞犀利，句句诛心。不知道的还真以为你和端王有什么深仇大恨。可以了吧？可以。我写的可以了，你觉得你们拿得走吗？原本呢，你们放尊重一点，我还可以考虑留你们俩一条小命。可惜了呀。简文香，有什么事情冲我来，要杀要剐随你便。好啊，放了他，此事与他无关。你瞧瞧你，现在还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呢？小将公，求你了，都给我杀了他。住了，姐姐。是你阿甲。
好像是啊。可他到底是谁的人？不知道。就这么死了，也太便宜他了。就当他以死明志，状告端王夫妇的了。就这么死，真是太便宜他了。好了，都结束了，不生气了。谁让他欺负我的锤锤？什么？谁的锤锤？我的。哎，陛下，那简文香以死明志，血书指认。受端王胁迫谋害小郡主之时，证据确凿，依法依理都应立案重审，严惩不贷。跪请陛下为小女做主。彻查。陷害云王侧妃，杀害小郡主一事，由我一人主持，端王一概不知，臣妾自刎谢罪。如此简葬，端王这只老虎算是落下天涯了。可惜锤哥又去买奶茶了，不能和我们一起见证这胜利的时刻。说胜利还为时尚早，端王虽铁腕力了，却最是孝顺。下一步该是全力对付我们了。怕什么？兵来我挡，干就完了。接下来我们干嘛去？别看这门脸前空空荡荡，我正经排了俩时辰队。哎，为啥瞧不见真人呢？小穷组预算不够，请不起缺眼了。诸位看官，多担待。嗯，老板，来两杯生生气乌龙，多奶多糖多乌龙。抱歉，亲亲，今日份的奶茶已经售罄了。那不要奶不要茶，免费享受全家。你得给我，来杯热水。抱歉，亲亲。你大爷，你唬我？那锅里面，我去，道具组为了省钱，连开水都不舍得打。这菊花不是端王府的家徽吗？明日才来哟。继后刚死，端王还有心思开奶茶店？你以为端王的地盘是这么好进的？要不是我们帮你打晕了看门的伙计，就凭你能进得来？我觉得奶茶挺赚钱的。风宁查到端王府每月有大量银两流入，这是来自老吕奶茶，手打奶茶世家，私设地下赌坊是真。啥？私设赌坊？这可是砍头的大事，他怎么敢？我们已经调查有一段时间了。换上吧，锤妹妹。走走走，再等两把去。哎，小哥好手气啊，常来啊。去，让你管。高丽来的是吧？滚，别想了。哎呦，我的二百两银子输光了。什么二百两银子？什么香香啊，香香刘香香香香。哎呀，姐姐，哎呀，在如此环境中能处乱不惊，潜心苦读，在下嘿呦，日后必成大器。嗨，我也不识字。哦，老板说
这古籍贵得很，怕丢就实实带在身上。嗯，这地下赌场怎么还有这么雅致的地方？哇，这简直是赃款赃物的天堂啊，小姐。哇，小姐，只要你一声令下，凭我一己之力，我半天就可以搬空这里呀。此库房应该是用来暂存赌金和抵押物的，光靠这些间接证据还不够。若是能找到案账本的话，明白。明白。不行不行，文熙，太多了。你们不觉得一堆古籍放在一堆古玩之中有点奇怪吗？不奇怪啊，这原本全书十三经老鼻子值钱了。嗯，十三经，你说说。嗯，少了一本《尔雅》，没看过。我也是。如果是你们藏案账本的话，你觉得藏在哪里是最安全的呢？脑子里。藏木于林，藏水于海，不知道。门口的守卫正是我们最容易忽略的林中木、海中水。哦，你们说的可是这本？玉王府。太子不是废太子誉王和端王，珠联璧合，私设赌坊。这两只秋后的蚂蚱怎么竟然还在背后蹦跶？他们如此大肆敛财，这总觉得哪里不对。不对，门口那大姐该醒了。小姐，咱们先撤吧。他大概也就这么高。哦，去那边找。谁？去那边！进来的门口被堵了。这一脏物件有别的出口吗？还有没有别的出口？贪狼木星坐在财库，生气发在艮，子宅坐坤相，则出口应该落在坤木。而我们进来的门口落在了离木，那么另一个出口应该是西南。冲山兔背后应该有出口。西南，西南一边。啊！你可闭嘴吧，陆氏。这下好了，咱们把账本一交，端王就彻底倒了。他们把我撵的到现在都没喘过来气呢。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哪儿？字。啥字啊？按账本上的批注，计数方式非常特别，每一个七的横都加了笔锋，像这样。这有什么问题吗？这是靖王的笔迹。我就说他不是好人吧。现在还不确定他究竟是幕后主使，亦或是被迫卷入其中，这件事情还需要确证。还需要什么确证？小郡主一案，他把自己和大锤绑在一起，借我们的手处理了他想处理的。这招借刀杀人用得好啊！那靖王真的如怀之所说？现在看来多半是这样。账本给我。账本，我去找回来。哎，怀之，能不能？我天黑之前回来。这丫头永远这么聪明，我一定要让大锤知道靖王不是什么好人，以后别再做傻事。我去，车猛了，这哪儿啊？阿甲，
阿甲怎么也来地下赌法？不行，我得跟他讲清楚。都六条街，大厅大厅谁是爹？可为江湖名人榜第一美男刀客，明年的今天就是你们的忌日，还不懂？看来是信了。不如我们改日。别改日，磨磨唧唧的上。就算到你这个家伙会出事，说吧，要怎么谢我？美的你，大锤，怀之，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生死相托，不离不弃。啊！王爷放心，我玉兰镇会为你扫清一切障碍。醒了，夏小姐，顾荣醒了。那日你在赌场究竟要对我说什么？别哭了，怪吵的。